南韩釜山一间鸟类饲养农场出现 H5 型的禽流感病例，釜山市府今天表示，已证实在这些死亡的禽类尸体上发现了禽流感 H5 抗体，暂时未知是否属于高致病性的禽流感病毒，但已扑杀了该农场所饲养的600只禽类。巴黎查理周刊枪击案发生整整一周，今天这份嘲讽刊物推出最新一期，亦称幸存者版。早上8点多，巴黎多个书报摊就已经卖光了，而今天法国各杂志最新一期封面也都纷纷支持查理周刊。日本内阁今早通过2015年度预算案，总额为创纪录的96.3兆日元，相当于26.15兆台币。其中防卫预算也达到史上新高，为近5兆日元。计划当中并包括建立间隔警备专队，以大型巡逻舰和新型喷气机加强防御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岛屿。巴西圣保罗出现天气怪象，一天之内出现8000次闪电以及大雨袭击，以及时速85公里的强风，造成约80万人失去电力供应。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。